疫情造成百业萧条，不少业者等不及政府补助，推出了振兴券，要来自救自己买气。不止餐饮集团，还有超商。超商业者推出振兴券来刺激买气，有商品是琳琅满目。而除了透过手机下载之外呢，柜台也都有纸本来供民众领取。大家有需要振兴券吗？有，谢谢。超商罕见自发振兴券，饮品、保健食品、零食都有买一送一品项，巧克力第二件二折，咖啡三杯100元，早餐组合39元起，还有鲜食饮料便当组79元、89元内就能搞定。可能是便当跟饮料吧，像这个咖喱跟这个奶茶。我自己想要吃的东西可能才会有帮助吧，可是现金可能会更好。平常会买一些饮料啊，或是饼干啊，对吧？所以是算还蛮有吸引力的。就经济自个儿来，不止超商，还有超市针对会员发出限量20万本振兴券，卫生纸、鸡蛋、牛奶等民生用品都可以满额折抵。各通路业者寄出振兴券自救，就连餐饮集团也不例外。本着一个回馈消费者的一个心态，我们推出了这样的一个振兴的一个省钱券。目前估计带来的营收大概会再多增加15%左右。开出餐饮业第一枪，大手笔发放振兴券50万份，包含手摇饮、猪排店等旗下9个品牌。都有优惠，饮料、餐点买一送一，外带内用皆有折扣。疫情当前，百业萧条之际，折扣下杀，自救求生。记者吴永安、曾云信台报道。